挑战一下用剪刀然后点这杯可乐看看那个可乐能不能瞬间变冰用手试是吧剪刀失败了手也失败了用头发试试哇头发成了头发点成功了看一下啊不错不错三种口味的椰冻草莓的百香果这个是芒果尝一尝什么味道尝一尝什么味道先尝一下草莓口味的啊再尝一下百香果芒果没有椰子味儿，只有果。都吃那么多了手机卡了一下把视频给我卡没了
发起的冰淇淋杯，我买了五种口味，今天咱们来尝一下哪种口味好吃。先吃草莓味，再来一勺香草味，太盐了。抹茶，巧克力，都差不多。今天教你们冲一个火龙果的藕粉，还是鲜排藕粉，一勺、两勺、三勺藕粉，然后再相对应的再放三勺的冷水，两勺、三勺，给它稀释一下，不要让它有杆子，不要有任何杆子进去，然后再把火龙果放进去，再加上100度的白开水，水温一定要够啊，倒进去，搅拌，拌成这样就好了。然后咱们还是把汤圆加里面，看着就好吃，是不是？